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哥。玩了张良这么长时间，我发觉张良这个英雄就是法师中的万金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不管是选秀儿还是门灯，我用张良都能玩得游刃有余，几乎是很少遇到能克制张良的对手。那么一般来说，很多朋友都会把张良这个英雄当个工具人来玩。那么工具人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队友当工具用，他拿人头，你拿助攻，所以一把排位下来几乎都是助攻。我就不一样了，这可是个宝贝，全是助攻，怎么能体现出张良的实力呢？我要把这个英雄玩得又恶心，伤害又高。既然如此，装备和铭文就要好好研究研究了。张良这个英雄技能和普攻可以带真实伤害，但必须是连续攻击状态，所以我的铭文要带给攻速，这要靠平 A 也可以触发这个被动，还要带穿透，还要带法伤，还要带吸血，因此铭文是梦魇轮回心眼。另外张良是靠技能打伤害控制英雄，那么冷却肯定要堆，我们就用冷静鞋、圣杯、灰月来堆冷却，冷却可以到 40% 直接就满了，而且圣杯还可以加蓝加血，大大提高了张良的续航能力。光有这些还不够，还要伤害、回响、帽子、大叔一出，后期伤害连坦克都受不了啊。你说小脆皮遇到我，他难受不难受？出装是冷静鞋、圣杯、回响之杖、博学者之路、贤者之书、灰月。我玩张良有好几次都有队友劝我出点肉，这完全就是让我当工具人嘛。当然也许是怕我被切，因为张良大招有好几秒钟是站着不动，很容易被对面针对，但是超哥聪明啊，我怎么可能被对面切？就比如这里打着打着，我一个闪现上去控小乔，小乔他根本就反应不过来，是不是？就算他旁边有个亚蛇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能追死我？我信都不信。还比如这里，我们来阴周瑜，一套技能放出去，小乔想拔我根本没得用，他连我瞎砍脚的门都摸不到，就在他眼皮底下收周瑜。你能把这种张良管叫工具人？不要慌，还没完，还比如这里啊，又是老地方，这次来阴李元芳，一套技能放出去，我们果断按下灰原，小乔就懵了，两次在他眼皮底下收人头，他就是拿我没得办法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这就是非工具人版张良。后期的张良更是牛皮，打团随随便便三杀四杀甚至五杀都没问题。好了，这场比赛没得任何悬念了，那么喜欢超哥视频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